们正值青春，热情似火，却爱好各异。我喜欢绣十字绣，我喜欢看动画片。他们年少得志，家庭美满，却一度茫然。我感觉我与这个世界脱节了，特别没自信。嗯，他们来到故事上，希望寻求改变，走向成熟。五、四、三、二、一。别我的卡通青春，故事上与您一起见证。时尚重塑自我，自信改变人生。这里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新一期的《购时尚》，我是高博，欢迎您的收看，同时欢迎今天的时尚帮手张静。高博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张静。来吧，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坐镇的几位专家。嗯，心理专家青音，欢迎。造型专家老黑，欢迎。时尚芭莎形象总策划史燕，欢迎欢迎三位。又是一个录制周期，三位辛苦了。说说今天的主题。嗯。其实没有必要那么严肃的先说主题，先聊聊吧。你爱看动画片吗？静，小时候爱看啊，现在不爱看了，有差距吧。对，你本身你说动画片这三个字就证明咱老了，都叫卡通啊。对，80后90后呢，从小一路看卡通长大的，所以他们现在身上呢也有很多卡通的元素。哎，对，但是呢现在很多人觉得他们这样看卡通片的孩子呢会觉得比较幼稚，比较不成熟。哎，但是他们自己倒认为呢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流行。嗯，你不管再是80后90后，甚至你是00后，你也有一天一天长大的阶段，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这种装扮太过卡通化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嗯，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选手，能不能够通过自己的改变成为一位时尚优雅的女人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一本资料，本场的第一位选手，他叫香山，今年27岁，目前是全职妈妈来的。嗯，来看一下今天的二号选手呢，叫魏博文，今年23岁，目前呢是在建筑行业，在办公室里工作。嗯，到底有多卡通，到底问题有多大，又能否完美的转变呢？通过短片走进二位的世界。我叫江山，今年27岁，我喜欢绣十字绣，因为我觉得绣完十字绣特别有成就感。一张画布，五颜六色的线材，闲暇之余，针线翻飞之际，一件件栩栩如生的工艺品就这样诞生了。我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喜欢跟小动物打交道。小鸡儿快快吃吧，吃的饱饱的。握握手，小灰。爸爸，这是我儿子，今年2岁半。我非常喜欢跟他玩玩具。拿到地上面，两个一起的，明明真棒。扔一个。我的儿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了，我开始迷茫，因为我的穿着，因为我的心态，我感觉我与这个世界脱节了。我要报名购时尚，我要重新踏入这个社会，我要与儿子一起成长。本场购时尚风筒环节现在启动，香山你好。好，老师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位的这二位。左边的是我妹妹，右边的是我的朋友。欢迎欢迎你们来参加购时尚，谢谢。那真是你妹妹是吧？对，我妹妹。差距我先梳理一下，他们打开盒子看看准备了什么东西。哦，头花。小头花。啊，各式各样的头发。哎，你喜欢粉色调是吧？对。啊，好，来解释一下二位。嗯，姐姐平时特别喜欢这些头发。嗯，每一件衣服都要搭配一件一样就是特别合适的头发。嗯，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把她的头发扔走背走。她戴头花你什么感觉？视觉上心里？我觉得他这个头花就是与他实际年龄不符了，已经。他比你大几岁？他比我大6岁。还有视觉冲击力了。好，我们继续，朋友。朋友。就是他戴的都是感觉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就是早些年认识他那会儿吧，感觉戴着挺喜欢的，戴这种小头花，觉得这姐姐挺可爱的，挺喜欢他的。生完孩子感觉还戴这种，感觉就有点跟他现在不符合了。你说我们一起去逛街了，瞅着我们就感觉比他大好多的样子，就带着他家孩子，对，带着他孩子都以为是我们的孩子，不以为是他的孩子，太小了，瞅着他。所以就是建议他就是来这改变一下，然后把这些卡的都让他飞走吧。好多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跟其他女生站在一块的时候说她最年轻，你达到这个目标了，达到的目标，但好像你并不快乐。因为以前觉得比他们小还挺高兴，而且穿戴的都挺可爱的，现在有了宝宝以后跟他们出去戴着这些头花就觉得特别幼稚。你觉得是不是跟你从小的这个成长环境有关系？父母对你一直像小公主一样的？对，因为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小孩，所以他们也把我当小孩看。那你先生那边呢？先生也许你先生比你大一些对吧？对，对，这个先生找一个比自己小一点的太太一定是呵护有加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呵护有加这个限度能不能包含你现在这个限度，因为你太跳脱了跟你的实际年龄。因为以前我跟老公就是谈恋爱的时候，他觉得我穿这些戴这些挺可爱的，但是有了宝宝以后老公就觉得我挺幼稚的啊。就像有一次我陪着老公去参加我老公一个朋友的婚礼，然后我发现我老公的就是那个朋友就是新郎的妹妹，就是穿的衣服都是跟我类似的卡通的，没想到头花是一样的，撞衫了。对，当时特别尴尬，因为他妹妹上初中，所以后来老公基本上像这种都不带我去了，因为觉得带我出去太幼稚了。而且他压力也大，因为他就是总让人觉得好像年龄比实际差的要更多更大似的。对，他现在要出去的话，就是跟姐夫一起出来哈，就很多人会误会，就不会问说是你媳妇儿啊，或者说这你妹妹还是什么，就感觉太小，不是一个辈分的人。要是说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一起出去，就给人的视觉上的感觉像是一个爸爸带着儿子，然后带着妹妹，或者是带着是像是比自己要是小很多的一个感觉，就不是像是说是一家三口的感觉。我也可以理解为你此行来到构思上，你是希望找到符合你年龄的外在。对。那如果我们说到内在的话，你觉得现在你的内在是符合你的年龄的吗？觉得还差一点。差在哪里？因为天天每天都是陪着孩子，所以感觉自己的思想现在感觉也围绕着孩子那种思想，自己的心里感觉也跟孩子一样。很好，来吧，我们刚才聊天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坐镇的心理专家青音都听到了，我们现在来听听青音的观点。青音，江山你好，刚才听到你和高博的对话，我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好幸福的姑娘啊，真幸运，人生一帆风顺，一片平顺，而且什么事情都这么简单。但是呢，我也反过来想，这也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姑娘，因为也可能有一天当生活遭遇任何变故的时候她都无法承受，因为她从来没有锻炼过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在这儿我会对你有一些担心，因为刚才你在总是提到爸爸的时候，包括你的所有的过于幼稚的过于孩童化的一些反应啊，会让我在想，可能你现在的一些表现跟家庭当中有一个非常依恋女儿的爸爸有关，因为爸爸不想让女儿长大，爸爸希望女儿永远是一个小公主的状态。但是我们说呢，非常可怕的是过度的爱就是一种控制，这种控制有可能会让你丧失了自己成长的权利，所以这是你需要警惕的。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你是成年人了，你是一个妈妈，你将来如何跟儿子分享人生这门功课呢？你的功课是一片空白，这一定非常糟糕，对不对？再有就是因为你的丈夫呢之前非常的疼爱你，但是我们说婚姻当中男人说到底要找的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女儿，对吗？对。所以说呢，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危机四伏的，那么改变就要从构思上开始啊，加油。因为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那个认真的态度让我觉得他像是在小学或者初中在上一堂思想教育课。但是很少有人上课思想教育课会哭啊，所以证明青音刚才讲到了一些应该是你之前也有所想有所感的，哪一点最打动你？就是父母这块儿。
反正父母一直就是当我是一个公主一样宠着，如果有了孩子以后也是，就把我当成一个孩子。这样不很好吗？好的。所以你现在是感激的泪水是吗？对。你觉得如果今天你父母来了，他们会赞同要飞走这些花吗？会赞同的。也会这样。因为现在已经是孩子妈妈，应该改变了。嗯。丁一有补充是吗？来，青一。其实呢，刚才看到江山在流泪啊，我心里也会有一点小小的酸楚。江山非常懂事，他说他所有的眼泪都是在感激爸爸妈妈这么多年的照顾和付出。但是我们说，有的时候其实做儿女的也很辛苦，我们的辛苦就是我们要配合父母无尽的爱。所以江山在这儿呢，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你内心的所有的感受啊。我特别知道你内心的纠结，但是没关系，从构思上开始学着长大，开始学着去挣脱父母对你的依恋，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是我相信你行，我们都在看着你从女孩蜕变为一个女人，加油。谢谢秦毅老师。谢谢。来，小包我们拿过来，谢谢。决定权在你，这些东西要不要把它飞走，这曾经就是你，这也是你的特质。因为这包东西带给你的感觉，好多人都曾经一度特别喜欢你，因为你很天真，很纯洁啊。那要不要飞走呢？要，一定要飞走。好，来对着镜头完整的表述一遍，随风而去的除了这包东西还应该有哪些，让它随风而去。来，开始。还有我的幼稚，我的不自信，还有以前对父母关心挺少的，都飞走。我以后要经常跟父母沟通沟通。来，在这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二一。好的，扫描环节我们来看看一号选手江山的扫描结果。我觉得发型最容易改变女性的气质，她现在想改变的这个想法特别的强烈。我真特别建议江山能剪一个短头发，会很有气质的，我觉得你会脱颖而出的。一个是脖颈线很好看，第二就是我觉得气势瞬时间也往上走了，而且也非常有时尚的态度，而且打理起来也特别的好打理。想剪吗？想，特别想。特别想。我们看一下这个明星的典范。来，来看看这个时髦的女王王珞丹，看看她的之前的短发，这几个短发的过渡。实际江山，我更建议你第一款和第二款之间去选择。第一款我觉得真是特别好看，而且很好打理。耳边这个位置不要太宽，去修饰脸型的时候会更加的好看一些。那关于妆容方面，小辉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发型，我赢了，发型我赢了。来，我看一下。如愿以偿了，如你所愿。实际那个江山的这种妆容上哈，我是觉得因为妆容典型的单眼皮，其实对化妆师来讲特别考验化妆的技术。直接我们先看看这个图吧。眼尾这个位置稍微宽一点点，就看这个线，眼尾稍微翘起来一点的时候呢，像一个树叶一样哈，对，一条树叶，眼睛瞬时间就会很好看。但你画的时候呢，一定拿刷子稍微给它虚开一点，单眼皮、眼线皮平时都粗好多。我再说一个明星，你一下就想起来了，林忆莲。它是经典的，我们单眼皮族化妆画起来之后，瞬时间是特别有魅力的，很有味道。我觉得可能因为自己这个生活的习惯问题，会长一些小痘痘，就薄薄的粉底就 OK 了。把眼影稍微修饰之后呢，就选择一个口红，唇彩就足以了，粉色的、橘色的或者一些暗红色的都可以，根据服装的颜色来去选择啊。反正我特别期待你的改变啊。我也特期待。好好好，谢谢老黑老师。谢谢您歇会儿。接下来呢，还是要让史燕老师给你推荐一下什么样的着装风格适合你。有请史燕。
那我们先从你的平常的着装照片来分析分析。其实你的身材是相对丰满的，是不太适合穿这种超级紧身的牛仔裤的，会让你的腿和臀部会显得更加的臃肿。但后面呢，我们再来看，这是有你穿的裙装的照片，你穿了一个抹胸的这个对小纱裙，抹胸裙非但没有显现出女人味儿，反而把你自己的本身的曲线都遮盖掉了。我推荐给你一个复古中裙，你不是要改变吗？对，那改变的话，我们就从优雅谈起。我自己个人最最热爱的，其实真的就是复古中裙的这种优雅范儿。很多的明星，我们看到他们在参加活动、在杂志拍摄的时候，都会看到复古中裙的影子。面料呢，我建议你也去选择那种稍微厚实、硬挺一些的面料，然后让自己，能够在这种面料的轮廓下，把你自己的曲线显得更加的明显。第二个给你推荐的呢，是大开领连衣裙。你的连衣裙选择长度要稍长一些，比图片当中稍微长一点，大开领适合你，跟你的脸型、跟你的颈部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呼应起来。面料呢也还是一样，可以去选择这种厚实硬挺的。然后那么颜色上面呢，你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你所喜欢的，因为你肤色白皙，你可以去尝试冷色调、蓝那个暖色调各种各样的这些颜色。然后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是以纯色为主，我相信你的形象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你的品味也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好的，谢谢，马上进入下一环节。珊珊妹妹依然花花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看这个任务是什么，哪位专家来发布？我来。珊珊你好，衣服穿得也很卡通啊，我想你可能也在心里面挺喜欢小朋友。那这个任务呢，是一个心理考察的任务，就是让你邀请五个小朋友还有他的爸爸妈妈来你家里做客，组织一次家庭聚会。其实这可挺难的，因为不光你要这个做饭呀、做菜呀、要布置家，而且还要把小朋友们照顾高兴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让你从内而外变得自信的一个过程，加油。嗯，有难度，怎么样江山，你觉得难吗？难。嗯，但是难就对了，难就专家才是给你这个任务的目的所在，希望你能够在这个任务当中能发现自己最大的潜力，好不好？这绝对是一个有的放矢的题目，对吧？加油。加油，祝你好运。接到任务以后，江山马上就在厨房忙碌起来了，看来他还是选择从最擅长的事情入手，加芝士。明明鱼都吃没了，待会儿我们再吃好不好？能给你拿这，这还有呢，是不是？喂，那个我是明明的妈妈，今天有时间吗？今天没时间啊。喂，你好，我们家里要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哦，宝宝生病了。嗯，行，那我们改天吧。给小朋友家长打电话的时候，有些家长拒绝了我，当时挺伤心的，因为本身天天在家待着，然后跟别人的沟通很少，每天面对的都是孩子，所以出乎所有人意料，江山竟然因为开局不利而情绪失控了。面对这个艰难的任务，他还会继续吗？明明啊，你喜欢哪个小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呀？跳舞，那天跟你跳舞的小妹妹可以吗？行不行？可以呀。哦，那咱们给她打电话看她能不能来，行吗？能来呀，那咱们打电话试试啊。喂，你好，今天在家吗？我是明明的妈妈，我们家今天要举行一个小型的聚会，能到我们家来吗？哦，可以，那一个小时之后到我们家吧。明明，高不高兴？高兴。高兴啊！哎呀，好高兴啊！
这一次总算成功了，江山一鼓作气又拨通了其他家长的电话。你今天有时间吗？到我们家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有时间啊？那太好了。那你一个小时到我们家吧。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让江山破涕为笑，说时迟那时快，他赶紧来到厨房做起了寿司，为迎接小朋友和家长们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来了，明明看，小美女来了，还有哥哥，还有弟弟。走，我们去跟他们玩。就是虽然只找了四个小朋友，但是我也挺开心的，因为本身跟他们接触很少的，还是有家长愿意来，也还是挺高兴的。小朋友们吃寿司啦！谈论寿司好吃吗？来。好吃吗？嗯。好吃吗？嗯，好吃。好吃吗？嗯，真好吃。妈妈，我还在嚼不动。嚼不动啊。妈，拿一瓶水。拿吧，自己拿吧。哎呦，来来来，你进来。啊，明明不哭啊，宝宝。嗯，你看小妹妹。咱们去拿，给小妈拿披萨，好不好？来，香不香？香。你们拿着吧。啊，你这小朋友吃披萨喽。小聚会，我觉得大家玩的都挺开心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参加这种小聚会的，还会给他们做披萨。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本场一号选手亮相的环节，可是费了不少周折呀。对，我们先通过大照片来简单的了解一下他。今天的一号选手呢叫江山，27岁，目前呢是一名家庭主妇。他从小呢都喜欢穿卡通的服装，这种服装呢，卡通的服装穿起来呢让他显得比较小，小到什么程度呢？表妹比他小6岁，但是站起来呢表妹像姐姐。这种服装也会让她显得比较幼稚，以至于老公不愿意和她一起出门。其实她一直没有觉得穿卡通的服装有什么错，直到有一天孩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她发现她融不到家长圈里面，因为大家压根儿就没有把她当作是妈妈。这次来到Go时尚呢，她希望通过改变能够成为一个优雅的妻子，一个时尚的妈妈。接下来呢，让我们倒数5个数，请她上场。5 4 3 2一，有请江山。天哪，变化好大！来，江山那边请。江山今天如此多娇。不是开玩笑的，对比前后的照片，这个反差就能够了解到了。只不过我心里一直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呢，就是这种进阶，就这种进化和对位，会不会在你的眼中觉得一下子变老了呢？
因为你之前太卡通了。嗯，我有这个担忧啊，在我们看来很合适，在你会不会看来觉得老？我还没有照镜子，所以感觉不到。他特别无辜的看着你，我还没有照镜子。也是了，来来来，心里记着这个问题，我很关心你的答案。来，我们的这边请。来，这边请。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掌声呢？加油！三二一，特别好。好漂亮，时尚辣妈，时尚辣妈就是你想要的。对，嗯。然后现在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我的担心是不是多余？多余、啊，真的很好看，很漂亮，挺符合我的年龄的。你觉得哪一点最打破你之前的自己？发型。发型。对。特别好看。音乐响起，江山完成自己的 T 台秀，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今天很高兴能站在这里，对于我来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我和老公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因为工作，老公没有来到现场，我还要对老公说：老公，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的爱，谢谢你对我小脾气的包容和忍让。老公，我爱你。我还要对我的父母说：谢谢你们对我的爱和对我的支持。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优雅的女人，时尚的妈妈。谢谢。我是九零后，她也是九零后。两个月前我们结婚啦。很多人都说九零后太浮躁，不靠谱，非主流。错。我认为我们是能屈能伸，为自己而活。就拿我来说吧，其实我喜欢看动画片好玩不好玩不看要下来好玩不我不仅喜欢看动画片，而且呢，看完动画片我特别喜欢模仿里面的人物，例如我的眼罩、我的钱包、我的水杯等等，都能在动画片里找到原型。我自己的衣服呢，有的也是按动画片里来买的，例如我的旗袍，我的背带裤，还有我各种各样的小 T 恤。嗯，我的同事和朋友都说，我是个小活木偶，像个小孩子。我认为这才是个性的。那活要活得精彩，不仅要生活精彩，而且工作也要出色。通过自己的努力，魏博文成为了公司里最年轻的办公室主任。小魏。啊，严博士。你找我来值日？那个就是，以后能不能早点来呀？那个就是，这老师到这考勤吧什么的，我也不好整。知道了。这就是我的软肋，没有微信不被信任。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呢？我要成熟一点，我要再成熟一点，不为别人，只为我自己。风筒环节我们继续。魏博文你好。你好小布老师，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这二位。这边穿白衣服呢是我的同事姐姐侯丽，那这边穿红衣服的是我的也是一个姐姐丁怡姐姐。欢迎二位来参加购时尚。你是满世界都是哥哥姐姐呀、啊？对呀、啊，因为我比较小，九零的，然后身边都是哥哥姐姐。就这也当主任了，魏主任，魏主任，你别说你，我都不适应，我都不适应。怎么办？我觉得我老的厉害，九零后的现在都当主任了。来吧，二位，我们给魏主任看看你们今天都拿了什么东西来。我们今天给他带来了他的宝贝。不是你从哪儿找到我这个包呢？这个其实我们早就想跟他说，现在对于他的这个
值位有所转换，这个包应该也被藏起来了，不能再背出来了，我们是这么觉得的。说了 N 多次他都改不掉，舍不得。收着。大龙猫的包啊，他背上这个包你们觉得有多幼稚，来形容一下。我举一个例子吧。有一次就是跟他也出去去见客户，然后呢我们去了，说这个某某单位的这个主任已经到了，但是呢只见着一个女孩，就说哎这不就一个学生吗，我说真的是，后来他们说看不出来，就是一个小女生，不像是我们的主任，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包是不是太幼稚了，没有这个幸福力，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包应该给他扔掉。所以就那个罪过就不是包的罪过了，而是你去谈公司的一些事儿，主任的身份去还背着这个对卡通的包就有问题了。你觉得会不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那个特别没自信，但是吧我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衣服，又找不到那个适合自己的包包，没有自己的风格，那我喜欢卡通，那我就做我喜欢的事儿咯，就背着喜欢的包包，然后穿着喜欢的卡通衣服。可是你身上背的东西除了包包之外呢还有更多，起码现在你是主任，怎么讲呢，23岁90后的人现在出来工作的自然也一大把一大把的。我的意思是我看到的好多23岁的人，尤其是姑娘身上已经能够看到一些职业的气息了，因为他们要社会化了。你怎么有找到？可能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比我大的原因吧。早上两年学上，尤其上大学的时候身边都有88然后87的。哦，怪不得一路都比别人小啊。对啊，然后到单位毕业工作了也都是哥哥姐姐。所以我前面说了你满世界都是哥哥姐姐哥哥姐姐啊，但如果放在现在你的工作的这个位置会不会觉得稍微有点尴尬呢？因为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说哥哥姐姐你这里做的可能不太好啊，你按照是啊就是这样，因为本身自己年龄和各方面的经验都不足，那就是好多事情的话我总会顾及，因为我一个小孩他们会不会就说质疑我所有的观点或者是我出的一些主意之类的，还是从内心感觉自己是个孩子，本身自己就把自己也当成小孩，然后就跑过去可能说啊哥怎么怎么样，可能他们就认为就一个小孩过来向我问问题了，而不是说给我提了一个意见怎样的，是这样。你的业务能力我倒不甚怀疑，因为你被提拔成主任一定是你可以，但现在的短板就是你的外在很难让人感觉有持重，有那种稳得住，有那种经验丰富，有那种信任感。很缺乏信任感，信任度也不够，确实就是影响到工作了，所以我想来这儿做改变嘛。来另外一位。然后我记得特别有一次是她老公的一个小侄子在他们家3岁，我们家那个西西6岁，他们两个人看着他那个包，两个人在那玩，两个孩子都喜欢这个包，都想拿走，可是他舍不得，小朋友也想要，他也舍不得，后来没办法，小孩子容易哄，换了一个别的玩具给带走了，这个包还是他自己留下来了。那是特别尴尬，你还知道尴尬，人家孩子跟你张一嘴你当长他舍不得，我就感觉我这些东西吧，真的就是我平常有时候我还可以跟他们说说话的，就是这种，就是当时没想那么多，自己喜欢的就想留下来。你当我不存在啊，只有龙猫。大爸今天来录节目高不高兴啊？我知道你很高兴，那今天晚上回家吃什么呀？你想吃什么？我又不会做饭，让爸爸给你做吧，咱们回家看看他做什么好吃的就吃什么吧，好吧。真会这么说。对啊。哎呀，够二的那位。好，我觉得你起码的觉悟都有了，你知道现在有些自己的着装包括性格方面是不合时宜去站上这个主任这个职位的，所以你来到了够时尚。是的。我们这里讲究由内而外的一种改变，所以你缺乏的并不仅仅是美丽，而是你缺乏的是一种工作的气质，
是一种更加成熟的气质，不仅仅是美丽那么简单，那这就更需要从内而外的审视一番了。今天我们坐镇的心理专家呢是清音老师，哥哥给你背着包好吧，咱听听老师是怎么分析的。清音请。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生活不能自理，对不对？对。但是你看起来好像是形象不能自理，事实上这没什么可笑的，这真的非常的糟糕。我甚至想了一个词来形容你，叫可怜。一个23岁的女孩子面对世界面对他人的时候还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说是让人很担心的。那该怎么办呢？博文，回去跟爸爸妈妈和你的老公好好的来探讨一下，尤其是跟老公告诉他，我不想这样被照顾，我想成为一个女人，我希望家庭是相互支撑的，我希望自己有女人的魅力。除此之外呢，在生活当中多做一些有担当的事情，尤其是做一些事情之后想去求助的时候赶快闭嘴，让自己去完成一些事情，不求助，靠自己的能力，哪怕摔得头破血流，那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只有你赶快的去经历这些，你才能赶快长大，否则真的让人太着急了。祝你好运。谢谢老师。谢谢清音，谢谢你的直接。我估计你长这么大没有人会以这个高度或者这个角度来跟你讲。是这个听起来心里头会有一些不舒适的。是的。其实也不怪我爸妈，因为他们没有说要把我当孩子，就是当小孩，我就是可能是照顾得太周到了，所以我就是个小孩子，然后正好遇到一个这样的好老公，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延续这个状态。来吧，要不要飞？决定权在你。当然要飞了，因为我要自己变得有担当，跟我老公一起创造美好的家庭，然后也把自己的事业好好的让它蒸蒸日上，一定要飞走。来吧，到这边来就位。好，准备好了吗？好了。你看还好吧好了，脆上一点啊。好了，准备好 准备好了。好的，3、2、1。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魏博文的扫描结果。先分析一下身材特点吧。我觉得博文的身材比例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是很多那个维度不是特别理想，但我觉得在构思上是可以改变的。博文的面部特征，看照片来讲哈，就会觉得额头特别的大，完了下巴比较纤细。博文，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化妆吗？不会。其实他还是挺爱美的，因为你看他是戴了一个美瞳。那从发型上来讲，老何老师，你觉得什么样的发型适合他？反正我觉得这个发型是特失败。所以我觉得博文如果身体比例关系的话，我是希望中长发，因为它很毛躁，它没有质感。有一些邋遢。对，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很好看的粉底，薄薄的，我们修饰一下眉毛，修饰一下眼睛，我们把头发披起来，让头发松动一点，有点像法国的浪漫主义情怀，有点大弯在底下，好憧憬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明星的典范。李沁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同样一个明星，他用3款的造型，你会发现他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怕我没有那种气质那种范儿，然后所以驾驭不了那种发型。这次一定要亲眼目睹一下，你怎么变成这样的？怎么变成这样的范儿？怎么变成这样的气质？在妆容上，我也特别想建议你一下。我眉毛呢，我是希望稍微修饰一下。在眼影上呢，我也觉得除了戴一个很好看的美瞳以外呢，睫毛的修饰我觉得也不能放弃啊。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也要买一个修颜液，绿色的修颜液呢也是特别适合你涂一下，让自己的皮肤瞬时间变得很健康。因为我觉得你的皮肤可能因为青春痘的留下很多的印儿，我觉得打粉底的时候一定要薄薄的，让自己的肤色更好一些，所以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完全气质非凡。就在构思上，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质的一个改变，从发型到化妆。谢谢老何老师。那我们还是马上请出史燕老师来给你一些建议吧。喂，你好。你好。他的现在的着装风格就像那个可爱的阿童木一样，对，没有了更多的变化。
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时尚感。今天给你推荐的偶像明星是我们人人都喜欢的周迅。对，周迅是他一直以他的这种特立独行穿衣风格一直是让所有的人都赞叹。那我觉得博文其实在气质里边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又有小女生的可爱，但是呢又还有这种率真率性的东西在里边。所以我建议你其实可以去借鉴一下周迅的穿着风格。首先呢，你可以是最正常的这种日常装三件式搭配，这种直线条的外套，增加一个横条纹的这个内搭。那再有呢，你可以尝试短裙的风格，完全都是运动感，对，就很松懈，你没有提起来那个气儿。接下来我就可以给你几个很好的两件套式的搭配，照相图片当中蓝色的外套，然后短款，然后再加上这个短的这个短裤，同色系同面料，看起来其实很精致，只需要很轻松的去里边搭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内搭，穿这样的一身套装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第二个秘籍呢，就是同色系套装。现在一毕业的小姑娘们，但凡开始上班，一定是一身特别正统的黑色套装，都分不出来她到底是一个商场的营业员呢，还是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对，但是其实我们是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变换空间的。照相图片当中这一身粉色白色相间的印花，然后一身套装看起来其实也还是很职业的，因为你身材相对是属于销售型，这种短款的外套其实是更加的适合你，一下子就让你的青春气息增加了很多。好的，谢谢石岩老师。同时我们要感谢时尚集团时尚芭莎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马上进入下一环节。到了魏博文领受任务的时间，祝您好运。来吧，哪位来发任务？还是我来。行。魏主任你好，现在是办公室主任了、哎、但是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个任务呢是给你100块钱统筹家人一天的生活，包括买菜做饭挤公交，试试看看你从100块钱当中能学到一些什么。这个问题挺难的，这个把公司能处理好，把单位的事能处理好，并不代表你能够把家里的事情能做好。希望能加油哦。好的，谢谢。五个字我挺看好你，四个字也不一定，我们会跟着拍啊，加油。好，加油，祝你好运。接到任务以后，魏博文马上开始行动了。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当家，但他看起来轻车熟路，做的也得心应手，真不愧是魏主任呐。刚接到这次任务，我感觉其实也没什么呀，不就是买买菜，然后做做家务什么的嘛。找一个长得好看的，这个吧，这个长得漂亮一点。肯定钱啊，这么多吧。自己终于可以当家做主了，魏博文不放过任何一个花钱的机会，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一定收入囊中。经过一上午的奋战之后，魏博文满载而归。时间如白驹过隙，按照任务的要求，他还要为家人准备午餐。对他来说，做饭是不是也像买菜那样容易呢？姐呀，姐，我要做个茄子切条啊，切片儿啊。那个茄子切条啊，切片儿呀，要做茄子。茄子啊？嗯。还做条？切条吧。切条。火呢？完了，哎呦，完了。还忙着呢，这可咋整嘞？我拆开呀。
一番心惊胆战之后，微波文终于点着火了，茄子也顺势下了锅。对于第一次做饭的魏博文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让他无从下手。无奈之下，他又开始打电话求助了。我把菜放进去了，把火开开了，把菜放进去了。哦，我没放油，行行行，我先找油，先找了，找完我再给你打电话啊。这是油吗？好吧。这应该是点油，哎呀，那油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想买大桶油，无奈囊中羞涩。他今天能买到油吗？17.6，那没有买不了，这没价。老板，这个多少钱？那就拿个这个吧，我只够买这个的了。刚拿到100块钱的时候，感觉100块钱的大票票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措手不及，但是又必须来去买一点点，必须，因为毕竟要用嘛。搁完油了，炒了半天了，该出锅了没？没放，哦，放盐。哦，行行行。历尽千辛万苦，魏博文的菜终于做好了。而对于今天的任务，魏博文又有什么感受呢？买菜和花钱这个来看呢，可能就是我必须把我的工作提前，然后来有一个规划和计划。那第二点呢，就是感觉老公真的挺辛苦的。我希望以后呢，我自己能帮他分担一些我力所能及的，然后去学习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欢迎各位的光临，到了本场第二位选手魏博文。嗯，还有亮相的时候了，通过大照片来了解一下之前的魏博文。嗯，魏博文呢非常的年轻，今年呢23岁。他从小呢就特别喜欢卡通，以至于他用的水杯啊、包啊，还有电脑桌呢都是卡通图案。2013年呢，对他来说呢是一个特殊的一年。这一年呢，他结婚了。这一年呢，他成为他们单位最年轻的办公室主任。因为身份的改变呢，他也希望自己的着装风格能够发生改变。在单位呢，他能够更加有威信，在家里呢，能够更加像一个妻子。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倒数5个数，请他上场。5、4、3、2、1，来喽，有请。一下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外一个极端，好酷啊，摇滚范儿啊。是皮那个妆容没有看到，但是衣服是看到的，包括裤子的颜色，包括皮的甲皮质的夹克，我自己还没看呢。之前我觉得我敢打100%的包票，就之前你绝对没有尝试过这范儿了。这倒是真的。你会紧张会担心吗？因为自己还没看。不担心，但是很激动，很紧张。对对对，希望你能够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自己可以给打满分。来吧，我们进前就位。这边请。准备好了吗？好了。3、2、1。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看了。你都不好意思看？啊，没想到自己能变成这么漂亮。来，我自己秀一下。我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过程，就是自己身上的美其实是被之前的自己给淹没了。嗯，你可以的，但是你不够胆，或者是时机还不成熟。感谢你对我们Go时尚的信任，你也谢谢我们，我们给你打上了不错，谢谢高峰老师。哪有这样的？来吧，我们掌声鼓励，完成自己的 T 台秀。
来到这个节目，然后自己非常荣幸，在这里谢谢我的老公，因为他让我走进他的生命，虽然他这次没来，但是他对我的所有一切都照顾得无微不至。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就想告诉他说，老公，我希望跟你一起担下你肩上的所有责任，让我们一起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第二点呢，就是谢谢我的丽姐姐，没有你我不会站在这个台子上，没有你我不会有这样的改变。再然后就是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因为是你们的辛苦努力，我才能变得如此漂亮，如此优雅。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选手，谢谢观众们的热情。时间差不多啊。对，今天的两位选手非常的可爱，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这个卡通图案了。倒是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卡通呢留在美好的童年里，未来呢他们还有很多时尚路线可以让他们去寻找，也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如果有跃跃欲试的，欢迎你放马过来到我们的购置上，你的事情包在我们身上。好了，保持好心情，下周再见。再见。